班级姓名跟校徽的图腾，那这两个是不同的方式。那我们先处理班级姓名。接下来我们要输入班级跟姓名。那请各位先把文字里面的文字跟字形这个视窗先把它打开，文字跟字形。打开之后，我们先把它拉宽一点，好，这样等一下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字型哈，那这个字型会根据你的电脑系统有装的字型为主哈，那你电脑 Windows 系统如果没有装，这边就不会出现字型。好，那输入文字的时候呢，请你在这里选取建立跟编辑文字物件。然后在画面上任何一个地方点一下，它就会出现一个一闪一闪的游标。那我们等下打字会从这边出来啊，所以请你切换成中文，把班级姓名打上去。好，打上去之后，这边也会同时出现那个文字的长相。好，那我们如果要改变它的话，把它选起来。然后这边呢，就可以去点看看不同的字型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长相就会不一样，或者你直接用上下左右，用上下去选，会看到各种不同的字型。那它如果会像这个框框，像刚刚那个框框，这个就是因为它是英文字型，所以显示不出中文啊。好，所以你去挑一个你喜欢的字型。那如果你没有安装字型，大概就没得挑哈。好，这边字型好像也没有很多哈。好，我们就挑一个粗体的就好了哈。好，直接按套用就好了。好。那这时候这个字体就会是刚刚你所选的那个字体。那如果你要想更有变化的字体，我们在下一次上课会讲哦，下一次上课会讲。好，所以我们切换成选取工具，把文字放到你的动物的身体上面，好，把它放在身体里面哈，然后大小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是文字输入的部分。那到这里还没结束哦。好，因为文字现在是属于文字物件，那我们要放到雷切的时候呢，它必须要是向量图档，要是一个路径，好，要是一个雷切走的路径。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选到你的文字之后，在路径这边有一个物件。好，路径物件转路径，物件转路径，你要把你的文字物件把它转成路径。好，这个要点一下哈。如果你忘记做这个动作，等一下我们把档案存到那个雷切机的软体上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字不见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千万不要忘记。好，物件转路径这个动作记得要处理。好，这个是文字输入的部分。好，校徽的部分就麻烦各位去 Google 一下哈，Google 一下，然后找自己的学校的名称，然后图片搜寻，然后的工具呢就一般的类型哈，不限类型哈，不限类型，那就可以找到学校的校徽啊，校徽。那请你把它直接按右键，点开之后直接按右键。把它另存图片，存在你的桌面上。然后存好之后呢，把你的 Inkscape 打开了哈，继续做哈。好，档案这边直接把你的校徽把它做汇入。好，那汇入之后呢？按确定哈，如果太大太小，各位就自己调一下哈。好，那汇
汇入之后呢，哈，这边因为它是那个 JPG 的图档，JPG 的图档呢，我们这里是还不能用的哈，所以我们要去把它变成向量图。所以请各位到路径的功能这里，第三个有一个描绘点阵图，使用描绘点阵图哈，把它打开，然后它就会多一个视窗出来哈，多一个视窗。那这个原则上呢，我们把即时预览把它打勾，你就会看到你的图片转换出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那这边有一个数值，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哈，亮度界限值。那这个亮度界限值呢，如果数字越低，好，那它会取到的颜色会越少。那如果数字越高，它就会取到越多的颜色。好，所以你看数字越高的时候，它绿色是比较浅的嘛，哈。所以如果你连绿色都要取进来的话，你就要数字要高一点。好，所以它是这样子做调整。好，那这边你调到觉得满意的时候，就按确定。好，然后把这个视窗关掉。那这时候你的图呢，可以把它挪开哈。挪开之后，这一个原来的 JPG 图档我们就不要了，啊，就不要了。我们就留这一个向量图档，好，那留向量图档之后，啊，一样要在编辑，在那个选取模式哈，把它移到你要放图档的地方，然后一样移动、缩小、放大，好，放到你要的大小。好，那这样子你的这个书包的吊牌就作图的部分就完成了。那这时候是在作图的软体里面哈，在 Inkscape 里面。那我们要把它等一下要做雷切，所以要把它存到汇入到那个向量汇入到雷切的印表机的软体RDWorks 里面。所以这时候，请各位麻烦做一个动作，档案呢，请你用另存新档，然后这边要存的格式是 DXF 这一个，好，绘图交换格式 AutoCAD DXF，好，因为我们的雷切机的软体 RDWorks 是吃这一种档案格式哈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它切换成 DXF 的格式，然后名字自己设定一下。好，然后存到哪里？存档。好，那这边第一次使用哈，如果你是第一次存 DXF 的格式，这边请你特别注意一下，这两个不要勾，这两个不能勾。然后单位呢，base unit，请你选。mm 就是0.1公分，好，然后编码，请你选 UTF-8，好，其他不要动啊，只有第一次要做这样的设定，第二次以后呢，Inkscape 会自动帮你记住，好，它会自动帮你记住，好，所以请你按确定，好，这样子就把档案给存好了。我们刚刚已经把班级姓名文字的部分处理好，也转成向量哈。那然后校徽的部分也是已经转好向量图档，所以整个吊牌上的资讯都已经完成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个记号。那么接下来是在雷切机上面的软体的设定，所以我要把我的图片雷切雕刻跟切割的部分的参数跟功率都设定好。那所以我们把哎，把刚刚把 Inkscape 打开，啊，抱歉哈，把 RDWorks 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把文件汇入进来，把刚刚的存好的 DXF 的档案汇入进来。好，那检查一下你的，点一下你的外框哈，确定一下你的大小是不是5公分、6公分。好，那
确定没问题的话呢，好，我们就来做一下处理哈。啊，首先你的我们的要雕刻的地方，好，雕刻的地方这边选起来，好，图案跟文字嘛哈，啊，所以你就把图案跟文字一起选起来。那这个地方是要做雕刻的，所以就是扫描的部分，所以我们把它选成绿色，选成绿色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绿色的这个参数的内容，基本上它会是上一次设定的内容会继续沿用，所以大概不需要改，我们扫描上次也是割3 mm 的段木，所以功率20，速度300，差不多哈。好，那外框呢，就是这个外框是做黑色切割的部分，所以我们把它选起来，然后点黑色，然后这个钥匙孔呢，这个吊绳的孔也是选起来，选黑色。这两个是选切割的部分。好，再确认一下，功率60，速度20，激光切割。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最后不要忘记哦，顺序先雕刻再切割，所以我们把绿色的往上移，黑色的往下移，把黑色的往下移，先雕刻再切割，这样子就完成设定，就完成你的雕刻切割的参数设定。好，所以我们把随身碟放进去，好，放进去之后呢，保存为脱机文件，保存为脱机文件，那就请你选到随身碟。然后记得哦，存档的时候不能有中文，也不能有特殊符号，然后要在8个字以内。好，存档。好，这样子就可以把随身碟拿去雷切机那边做输出。好，那如果你这个档案之后还要做修改编辑的话，请你文件这里直接保存。直接保存，按存档就好。好，以上是雷切。